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王者啊，先把打这个体验服啊，体验服的排位，体验排位，我看一下，对方把诸葛亮给进了，这边让我开始进了，我又是对方先选，要对方先选的话，我们把什么给进呢？对方要进什么比较强势啊？荆轲的话应该也不是很强，李白、大乔，昨天大乔还打输了。你说进就进呗，来，我们看对面选什么啊？咔嚓，李白，咋的？我把李白给进了啊！这声音有点大了啊！应该进李白，这下糟糕了啊！对方选李白，可能是对李白有那个啊，就是技术上心里很是满意，就是心有成竹的感觉啊。心有成竹，不是心有成竹，是心有成竹啊。哇，对方还选了个哪吒。哎，这个啊，诸葛亮又被禁了，这个很尴尬了啊。这边看来我必须选个法师了啊，来个蔡文姬。我们看下对面选什么玩意儿。哎，火舞流给我吧。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什么意思？对面也没法。哎，来了个安琪拉。我最后一个，我可以看一下看一下局面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出个火舞呗，要玩一下。不对劲啊，这个套装和我正虎的不一样啊，没办法，等着进游戏慢慢改了。对面出了个扁鹊，有个法师是扁鹊，白我想用诸葛亮没办法用啊。法师里面呢，就感觉还是喜欢不是火舞啊，胸大，扇子快，对吧？还能顶人，但是就是他的能量条有的时候动不动就掉，特别是到后期，哎，被人打一下，那个能量条马上就减掉，而且能量条减了，后期好像。技能需要能量值又很多，加满了嘛，是吧？有的是特别是尴尬，关键时候他们残血，然后你没有技能，然后你就平 A， 他哪里会打得死人，是吧？本来一把扇子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哎，就是迟迟不给你来一个扇子，就把你卡在那里啊，卡死你。嗯，我的中路绝对是留给我的啊，我们通通闪开，该干嘛干嘛去啊，我们是孪生姐妹，这是两姐妹啊，那可露露，哎，这个不是火舞吗？Are you looking 是吧？ Are you looking？ 中，三个日本人，哪有三个日本人？东皇太一又不是日本人，刚开始看到东皇太一这个名字，我以为是个日本人。应该是那个神话人物啊，主要是受他那个什么，那个天皇啊，天皇啊，日本的天皇影响吧，有个皇字就以为是日本的。这个李白太嚣张。到我们家来嚣张，哎，我操，忘记掉改了，算了，先出一个这个也行啊，我们这次就改个出装啊，不要老套装，老套装也是一样的啊。等一下鞋子出完以后再改吧。一二三，中，再捅，哎，吓死你啊！哎呦，
低啊，这歪了。我也是比较保守，所以说没有进攻。这边又大闹。你走吧，我先支援不了你了。一二三，他还不出来，不出来，死都不出来，石头。我才不会让你堵我啊！进攻马可是吧？悄悄地先躲起来啊，采取包围模式，对方的白起不下来，再不下来我就暴露了啊。我靠，被暴露了，对方哪吒开了大，都知道我们在什么位置啊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要预约就赶紧把这个预约出来吧。预约完这本，然后再出一个法鞋子，再出一个法书吧。要不然你这个法书没有的话，没有地方吸血，打不打？打得半半的，要回去补血。小白，看来就是我把你打死的，你是不是来寻仇？别呀！马可应该要死了，我就不上去了。赶紧过来一个，赶紧过来一个。还好啊，赶得急。出来没？还没出来，五百五，五百五。去敲哪吒！哎，错了错了。好，哎呀，还不死。我操，还不死！我操，没打中，我亏大发了。几下子本来就差那么一下子解决的问题，老是打不到啊，气死了啊！看啊，我们鞋子是什么？穿透，在穿透里穿透吧，随便，不介意了。怎么就死了？哎呦，这么多人啊！我要出那个血书啊！再不出血书，我这个补不了血。把小兵打掉算了，因为我想打小兵的时候他不让我打。哎，那可露露，那可露露有危险啊！哎我操，这是中途被绑起来的吗？这有毒有毒，这有毒啊！保护环中仙啊！
有黄忠在，我们就可以攻进去了。出来呀，兄弟们，等着你们呢。趁我们攻中路的时候，偷我们家的塔。这边已经开打了。哥要远离一点，没血了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还在保血，恢复血之中。我感觉我伤害好低呀、啊。跟着这个啊，奶妈走。怎么说都打到半条血了，不把他打掉干嘛？看着不爽。两哪吒也不敢飞我们。哎，我操，被戳边了。哎呦呦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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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马可锁定就不好了。老威胁了他，为什么每次都踏我呢？好几次大都没打到人，我亏大。好多次大都打歪了，我去。哎，奶妈，等你的。哎，哪吒又来了啊！血出来出来了啊！血出出来出这个。这不作死，他姥姥了。我怎么不会动了？打得好闷啊！现在啊，别跑！你还贴着墙跑是吧？来呀，来呀！我操！我就不相信你们还敢来！你们是装死吗？一个都别管我！我支援不了啊，没办法了。还好在这个大招范围内把李白吸住了，要不然我小命难保啊。这样子打下来总感觉发挥不好。凤凰胎，你一个冲的太猛了吧！我可不想冲上去作死。
来来，进来，你们都自己进来。录我这么多下。我操！这白起搞要动不了啊！要输了，要输了，这把要输了。吸住，吸住，搞死他！然后他的主宰被打了，刚才冲得太快了啊！现在只能被动防守一下，刚才不应该往前冲进去啊！有一个黄忠在这里守倒是可以守，那我又要到下路去啊！刚七里玩下路兵线，然后又不走来走去，多浪费时间。怎么这么快打团？哟，快跑！兄弟，有没有人来救我？该我追你了吧？哎呀，削不到他，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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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回去补点血再说。这个时候不要烂蛋。老是好多次都没射中人啊，这个很尴尬啊。尼玛的，这草丛里来了一个马可，又开大，又把我们的位置暴露了，要保护黄忠啊。哦，这白起从哪冒出来的？完蛋了，这把完蛋了，就剩一个。哎呀，本来打得好好的，竟然被自己打死了。我操，强攻啊他！白起血好厚啊，我操！
哎，没人继续追了。哎呦，斩杀浪费了。推荐的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帽子，帽子差不多。制裁，谁出制裁？马可老搞我，要搞死他！这房东直接攻中路，我操！我要先远离一点危险区域啊！快跑吧，快跑吧！都抛弃中环，中环太易跑了。小黄，快跑吧！哎呦，还被他强攻进来，东皇，这个黄忠应该开大手在那里对吧？他把大去掉。好危险，几波下来，后面我感觉我越来越不闲了。还是要看拉克露露呀。他的输出伤害继续必须毕竟还比我高哎。怎么感觉我这个壶好像没有这壶那个伤害高哎？是我出装有问题吧？你再把那个卖掉就好了，要等到后期吧，有钱的时候再卖啊。再存钱，存钱来把鞋子卖了，买个复活甲。你看李白怎么装？李白是不是把鞋子都卖掉了？李白把鞋子都卖掉了。我说呢，他走路特别慢啊。我操，还是要靠黄忠啊，先顶着。这么快就把大招扔了，二技能扔了。
这家伙太嚣张了，竟然敢冲进来！先杀一个再说。那他们会去打暴君、打主宰什么的。等待机会吧，这个越打越难了，操，暴君被打掉了。哎呀，现在大家又盯着主宰这块肉了啊！拿下主宰就是拿下胜负的关键了。哎呀，他在那里开个大什么意思？哎呦呦！大佬了，他这么快就把大刀给扔了是吧？赶紧回家，回家，家没了。没办法，只能退回来先守家呀。这兵线太空了，这就是没有塔的好坏处是吧？看我怎么换不掉技能啊！太好了的，这个哪吒飞舞是吧？该我们冲了！李白的肯定会下来，我们要小心李白。再看一下，对方鞋子好多都卖掉了啊，该我们也卖鞋子了，然后买个复活甲。走慢点倒无所谓啊，一定要多活一下。李白又在附近。悠悠。来保持远一点的距离。他现在速度不够快，这他塔老打我干嘛？扇死他啊！这个够。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啊，艰难取胜啊！
还是艰难取胜，艰难获得一个 MVP。主要是比少的死的少，比那个纳克鲁鲁少一点。主要纳克鲁鲁冲的比较前面啊，我比较猥琐，我躲在后面一点。好吧，这把就打到这。